好，OK，咱们开始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啊，我们的脚步，踩左脚并右脚，身体侧过来，踩右脚并左脚。好，然后我们的手踩左脚的时候是右手滑一下啊，然后我们的胸腔也带一个小的 wave，一转一下，身体转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反方向，四。好，五的时候，我们的左脚往后退一步，然后我们的胯提起来往下坐，五、六。七三四，然后我们的手也是放胸口，然后慢慢的往下滑下来，同时坐胯，五六七走，五六七，好，八的时候再并我们的左脚并回来，然后我们的手是咔往外敲一下，手臂是 W 形状，咔是往外敲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八拍喊拍子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二个拍拍还是重复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五六的时候不一样，五的时候左脚踩旁边，然后我们的胯是前左后右转一圈，同时我们的手拍拍拍，放胯上拍三下啊。五六七，好，八的时候踩一下左脚，身体侧过来，一的时候左手抱头，右手拍一下，咔拍一下，同时我们的右腿抬起来。拍一下，好，这是第二个八拍喊拍子，五六七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，好，OK，好，下面我们整体的喊拍子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